甲大家介绍，这吼、哦、头前你嘛看到的，这就是姜黄，吼、哦、啊姜黄甲姜同款，拢是生伫个土下骹，所以看袂到，爱挽起来，等下较挽起来互恁看。伊即边只还袂好个，还袂收成个，还袂当收个啦，所以等下较找较歹，吼、哦，挽起来看卖。啊，这是啥物呢？有人知无？这就是秋葵，才有发出来啊！这就是秋葵，秋葵即要过时啊！但爱个烤，明日爱烤掉啊！秋葵，啊，这是啥物？高站茶，高站茶，真香啊！好来，今日你要挽起来，挽起来我看一下。来，这丛啊挽起来好啊！哇，起来啊！遮有诶拢挽起来，较远做伙啊。你啥有诶？有哦，这就是。甲姜生做要共，搞换一个啊！哇，这甲姜要共，这就是秋葵。秋葵。外面秋葵啦，搞笑啊！这叫啥物啊？姜黄。哦，姜黄啦！拄啊，迄是秋葵，搁伫咧秋葵。这是姜黄啊，拄只看迄个是秋葵。秋葵，姜黄是生伫。甲姜共款，拢发伫土下底啦。伊像咱一粒，伊就生成即大块。咱一粒种袂，就家己半圆。安尼啊，即一粒安尼一粒仔囝落去就生到遮大啊。系啊。一粒一束安尼咧，啊，所以即就是种，等下阁要种，以后会当种。以后即要收成，提前再用啊，即有诶拢死去。啊，这所以这嘛还袂，无讲足好，这拄搁足贱诶，这是伊只无土吧？较种袂掉啦，吼。系啊，伊都已经走起来。伊只较无土啦。伊下骹无土，伊较石头啊。伊啊下骹较无土，所以伊无法倒入去。这是真正蛋诶，家己生出来，毋是种。哎，你看这还搁真嫩。哦，这拢还袂好诶啦。啊，这干好啊，是嘛是爱蛋掉。啊，就卖蛋。蒙蓉啊，蒙煮啊，当有诶杂煮啊。哦，这啊，阮有以前有收过一届起来啊啦，啊又曝干啊，啊等加粉啦，啊以前嘛有三去用加粉过啊。吓啊，啊加粉都看要煮，啊是要食。咖喱当腌啦，伊诶咖喱就是南疆嘛。无遮土都较无落，所以就慢起来起来啦。啊，这嘛是拢是啊，种姜黄，听讲袂歹啦。姜黄的花啊，姜黄的花，真够水啊！姜黄的花。姜黄讲毛够干嘛？迄阵啊，我嘛拢有咧煮啊，着加粉了，着呾当做迄种油啊，安尼哦。会当泡牛奶，会当。系啊，反正你着是甲食落去就对啊。你着食会小可苦苦咸咸。袂啊，我拢。我卡一汤匙啊，啊配茶安尼食。哇，我看这个，伊形状有成姜。啊，佮伊交姜无共款。伊个形状佮姜共款，伫土下底啦。吼，啊，小可有成啊。佮往内无共，往内是顶生伫顶悬啦。我遐嘛有种黄来，等下带你来看。啊，头前迄金蕉啦，啊边啊即丛是山啊啦，吼、哦。好啊，结束，今仔介绍到遮，拜拜。姜黄曝好了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这就是曝好的姜黄啊。
这拍过拍打，过来就是爱先去用加粉。姜黄拌起来了后，就甲洗洗又清气，啊洗洗了后，吼、哦、甲切片，切切的落去拍，吼、哦、拍拍的就安尼啊，拍较大，较袂生菇，吼、哦。这安尼够清楚，姜黄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拍大了，摕去用加。加加的料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加加好的姜黄。嗯诶，咖喱嘛是拢用姜黄做诶，好看是？内底有加。咖喱伊内底算有加姜黄啦。伊内底就是香料。嘿啊，伊咖喱内底做者香料，内底有嘛是有淋姜黄啦。嘿啊，人讲这姜黄对肝袂歹啊。好，介绍到这，吼、哦，不专业介绍哦，吼、哦。有需要姜黄的，再来找我。好，拜拜。